喂，华氏跳水，哇，小酷酷都被看到了，啊，小，欢迎收看东桥开箱去，耶、yeah ！我们今天去秋叶原扭了13颗扭蛋，让大家看我们在秋叶原是怎么扭的吧。Go！ 梅院子，啃老，可爱动物，炸虾，棒球队，新登场的当破龙。先买新的麦克风，就买假的小蜜蜂吧。超帅的师傅，1/5的小火车，可以玩一种游戏的假 Game Boy。这个是经典款的迪士尼，满载而归，回去开虾钓了。有一个超级恐怖 Hyper 恐怖的扭蛋，东西叫做好利乌兹的乌兹的假虾。那我们现在就来开箱看看吧。嘿。哦，看这个三手线的车子系列，我们抽到的是迷你版的历代三手线，总共有6种，买越多铁轨越长哦。那接下来我们来开箱这个东西是是一个迷你的 Game Boy， 哇，电动玩具哎。哇，这真的可以玩的。我刚刚以为啊，它只是一个就是类似模型，超大的，而且这才300块日币。不要买 PS4， 买这个了。Yes。哎呦，有两个人呢，都在搞什么东西？这有8种迷你怀旧小游戏，我抽到这个是屁股对屁股对撞啊！ Yeah， 我们看啦，啊，输啦！好，哦，哇，它是一个哦，很软很软的炸虾吗？炸虾猫咪啊！哇，它里面是一个喷泥喷泥的炸虾小动物，哇呀，哇，好像气势一样哦，超疗愈，呀下！经典的扭蛋款杯原子哎，可以，花式跳水，啊，小酷酷都被看到了，啊，还小，哦，夸张了吧，才200块，这么多零件哎，好的，超久的，我们来试射看看，呀，哎呦，可以，蛮多器材的，只要贴起来才有，就是真的跟人家借麦克风的感觉。耶、yeah ！那以后中桥出外景就用这个麦克风了。这边好，来，好，麦克风试音。1 2 3 1 2 3。哦，是迪士尼的魔法箱。哇，一个 box。哦哦，小木偶皮诺丘。耶、yeah ！还有这个神仙教母。哎，是杀手欧阳盆栽哦。这是超级无敌疗愈的啦，总共有4种可以选择哦。好。货柜，这样货柜的钥匙圈哎，它是很有名的 Dumbboard 哟。这一系列的货柜钥匙圈总共有6个哦，每一个看起来都超呆、超疗愈的。是刚刚花100块抽到的，不准啊，超不准的，一天上班都没有心情了，对不对？我好难过。来看一下200块的恐怖，对啊。哇哦！哇，这个蝎子真的蛮恐怖的。大恐怖扭蛋 ，Hyper 可爱。先生，这是找你的零钱哦。好，谢谢。以上就是我们介绍的13个有趣、疗愈、忧郁、恐怖的扭蛋哦。大家下次来秋叶原记得来抽抽看哦！我是韦恩，我是鲍勃，那下次见，拜拜。